走。没有，这条没有走过。口罩也不戴了吧？没有，没人戴，这里都吃饭的地儿，怎么戴呀？哇，太多人了。周末那真的就是很好啊。我来到这里了。有表演吗？有兴趣吗？去看一下子。
里下去可以拐那边回来。现在插播一条15刀领，
现在插播一条失物招领，南路游客在金梁红薯粉店遗失了您的水杯，请您听到广播后到金梁红薯粉店。南路游客在金梁红薯粉店遗失了您的水杯，请您听到广播后到金梁红薯粉店问明。谢谢。我哪边？游客参观，听了广播后，对待游客服务中心免费的身份证。请游客说参观，听到广播后，住到游客服务中心认领您的身份证。这里借出去了，摔完酒。我坐右去的呢，那不是吗？哎呀，多少钱？多少钱呢？泄愤！这小子又……哎呦，我靠，还买这么多！小子很有劲儿的，夸夸就摔。是真的酒吗？告白了，哥们！是真的酒吗？是。看这小子。跟这小子有没有劲啊？可以可以，三碗酒，三碗不倒。这个酒应该不醉的吧？这小孩耶，小孩喝酒，小孩可能给无酒精的。哇，这劲儿大哎！这三碗酒都给孩子喝了，这老爸可以啊。哎，这个没力。你得摔碎。浪费钱是吧？使劲摔。哎呀。就是为了拍个照的。对。刚才那小子多有劲儿啊！你说有没有摔下去不烂的？我操！老娘们都挺能喝，而且小姑娘这是。可以，都挺汗的。嗯，后面算是娘那位的。没意思。走吧，没人了。啊，还有呢？来了，再看一个，看一个。刚才跟刚刚第一个小的那个，那摔多有气势。表现多好，好蹦！对，往上砸，砸那个 LED 屏，是吧？都是女的呀，喝酒的。不是为了拍照。那是那三结义，这是。三结义，差一个。哎，这可以。可以，你是干嘛的？我在哭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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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说你。往这边走。这里拍个照漂亮这样，拿你手机拍吧。那边走过了吗？我忘了，他那儿进去的呀。看着他的，那桌子从那儿进去的吗？那个凉字儿。奶奶，把凉糖干下来。这干嘛要回去啊？这边还没走过啊。这里没走过。我再去那个许愿那里拍一下。送到游客服务中心，您的男友正在等您，请游客柴玉娜听到广播后送到游客服务中心，您的男友正在等您，请游客柴玉娜听到广播后送到游客服务中心，您的男友正在等您，谢谢。游客们请注意，现在插播一条寻人启事，请游客柴玉娜听到广播后速到游客服务中心，您的男友正在等您，
请游客柴玉娜听到广播后速到游客服务中心，您的男友正在等您。感谢五六四啊，五六四八八九八，关西站，真是豁出去了，你。叫你穿着这个弄这个你敢吗？走吧，回去吧。我看这抠酒的、抠周期的都不少，我们得加加油呀！大家发挥一下自己的魅力啊！我们还要营造起来一个野魔风，大家都有公屏把那个掌声给抠起来了，我们来点关注。没办法，这。啊，那里是猪。看不到了，太多人了。喂，算了，看不到。还是我们开了一道门。那个正门那边没走过。媳妇，我还在这儿看着个宝。我